超体力啊，又来打这个小鸭了啊！这两个人交手还是观赏性依旧满满的啊！看这一把打出什么样的伤害啊？什么样的连击？可以，这波木鸭很准。这一波木鸭的话远了，但是直接砸倒啊！再砸一次，重拳踢起来啊！取消之后编了一下石 ，nice。啊，我都说了啊，这个草地猎啊，他还是民间的，非职业玩家，毕竟二线嘛，你要成为一线玩家，距离还是有点大。哇，这一波厉害啊，直接死了，毫无还手之力哈、啊。啊，我们点个赞继续看，完全被吊打呀，没有什么细节呢。看这一把，好过来直接升龙，哎，跳吸之后下逼点乱动，木鸭再中，又要哎，这还敢升龙，就不怕被打晕吗？好，背包，这一波应该是想打强转哈，没打中，跳起再抢，好招哈，后跳 B 抢招，落地站 A 快速出招，你抢都抢不了啊，这就是对一个角色的把握了哈，看看能不能还手，逆向防住了，跳起奈落落砸起来，重拳踢起来，就是后跳，我去摔啊！漂亮，哎，这波没有加无视啊，打一下啊，再中，牛逼，好、哦，关注学学不会走掉。